上车。嗯？想吃肉，之前答应你们的恐龙装，今天穿了，满意吗各位？ Nice。要跳恐龙扛狼了吗？其实我不知道恐龙扛狼怎么跳，但我今天要跳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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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上车车，这龙不简单，里面竟然有 CK。那我把它盖起来就没有 CK。恐龙跳一哭应该会蛮好笑的，这有什么性感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边很僵硬哦，不是因为它里面多了东西，不是，只是单纯这件运动内衣通常都很压胸，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慌，可以脱掉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现在脱。太白痴，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啊！穿这个跳舞跳上瘾了，就觉得 穿这个跳有种莫名的喜感。高盖，高高盖，怎么可以跳妖怪手表啊？妖怪手表是太合适了，就是要跳那种不合适的，很不适合这套衣服。例如那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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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哇，其中的恐龙装跳扣卡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？你说我要全部扣上，然后跳色色舞吗？这样完全不色吧？我这样看起来超像一只。看一个好，好好好。啊，不跳了不跳了不跳了，穿这个真的跳不起来了。最后再给大家看一次我的龙，今天就是巨龙了。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康龙猴里。虽然没什么好康，